校园电视台有自己的演播室，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有关台前幕后的知识和技能，例如学到专业的剪片技巧、用绿幕拍摄和许配等等。我们都会用影片记录校园生活，无论是水陆运会、校会、灯操，定义或是其他特别的节日，大家都会见到我们拿着摄录器材在校园四处工作的身影。而且校内大小活动和组会的直播都是我们负责的，真是成功感满满啊！希望来年可以在校园电视台见到大家，校园电视台欢迎你。